温碧霞同关智斌合作嘅新戏《堕落花》呢日举行杀科宴，佢哋除咗大玩子弟恋之外，李慈艾韵仲会挑战同性恋添。一直以嚟都未演过同性有少少同性恋嘅感觉啦，但又唔系话好，又唔系表露得好强嘅，但系就有石石咯。咁当时我哋两个拍嘅时候都好尴尬，因为同男仔拍 kiss 戏拍多，但系同女仔拍 kiss 戏真系第一次咯，所以大家都好尴尬，好怕丑咯。Irene 话同性恋题材冇所谓，但系呢套戏有提及到毒品，所以就唔敢俾小朋友睇啊。其实戏里面系讲我有毒瘾，咁所以我演嘅时候有一场戏我自己都好一心印象，就系讲我吸咗毒之后我有幻觉啊，跟住就系俾人哋侵犯啦，即系好癫啊嗰场戏。咁我自己觉得嗰场戏我自己好中意咯，我拍嘅时候觉得系好有爆炸性咯。嚟紧 Kenny 就要开始投入准备红馆 show 啦。听讲 Stephen 而家就担心紧嚟唔切减肥，企喺你隔篱会有好大对比喎。都冇乜所谓啦，都有对比咗都十几年，都人我有阵时心谂，其实系咪都惯咗我哋两个有嗰个对比噶啦？系啊系啊，咁因为之前有多人都话喂你叫佢减下啦咁样。我反而我就冇好強調啊呢樣嘢啦，即係呢一兩年，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佢係即係瘦翻少少健康啲，但係不過又肥嘟嘟幾可愛喎咁樣，咁喺台上面又開心，帶到一個好好嘅 energy 俾人，咁其實我又寧願嗰個佢好瘦啊、而又好潮水咁嘅樣咯。